我是阿布力，一名演员。9岁的时候从东北移民到日本，骑着最爱的摩托车，我的目的地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我决定环游日本一周，拜访住在日本的100个中国人。出发的第三天，我来到的地方是横滨。一次没有台本的旅行，今天阿布力要体验的是典型的日本上班族的生活。今天的主人公不知道我们上楼了。你去哪里？多大年纪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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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面，冬天你好，叫我东东就好。叫我东东，冬天的冬。东东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叫李思文。李思文，那叫我叫你小文好。小文好。我们可以进去一下。啊，可以进去，进去，进去。你是什么血型？血型啊，我是 O 型的。O 型的啊，家里弄得好干净。换一下衣服。刚起床吧？对，刚起床。刚起床。你挺当害的。没有没有没有。你先做你自己准备。好的好的。李思文就是我要拜访的一个特别典型的日本年轻上班族。那你来日本也是2年左右？我来日本第8年了，快第9年了。哦，对，是留学过来的还是？留学过来，然后就直接就是在日本。对对对，先读了语言学校，再读了大学。哦，一直在衬衫，感觉太舒服，要不然觉得很不舒服。哦，每天都穿平整的衬衫，这是日本上班族的基本礼仪。还有销售嘛，比较注意，稍微注意一下。哦。外表，他最近喜欢吃这种水果营养麦片和酸奶的搭配，又简单又有营养的早餐。这个房间是公司给他提供的。看喜欢干什么呀？不对，真是，我是。すいません。日本人だね。日本上班族的早上就是这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早上你喜欢看什么？早上，目覚ましテレビ。早安电视，或者是那个 ，ZIP。ZIP。ZIP 的话，結構好き。哇。这是違う。有女朋友吗？现在没有女朋友，现在没有女朋友。对对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8点出发，思文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公司上班呢？なんか研究してます。不是不是，你就你平常每天都是一样的事情。レンズの方に挟まっていい。是越南吗？啊？越南吗？我不是越南。在经常别人说我是越南。对。因为拍其他的人的时候，都是今天的。今天啊，对。只有你下雨了。那是因为我下雨是吗？不承认吗？我承认，我承认。这也是你自己。到了，到了，到了。我们来到的公司是森永，日本规模最大级别的生产销售零食的公司。这是横滨支店。
李思文在森永工作两年了，他是森永的第一个外国人销售员。公司的一天竟然是从做广播操开始，我仿佛来到了一所学校。他们的社规竟然一共有19条。我从来没有做过上班族，感到一切都很有趣。ビームってありますね。あ、こっちにもある。每个人的桌子下面都有一个安全帽。これってかぶ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訓練とか。東日本大震災とかかぶりました。なるほど。听说这个神龛用来祈祷安全生产、财源广进。だるまってなんで固めだけなんですか？那你问他嘛，这是什么东西？部長さん、すみません。部長啊，これはなどういうもの？いつここにあるんですか？それはあの年の初めにいろんな願いを込めて固めようになりまして、はい、で、あの、まあ、年が終わった時に、あの、達成すれば、両目に。まあ、そこに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けど、商売繁盛と、愛玩。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ね。調子が。すごいです。じゃあ、年末になって、達成しなかったら、塗らないですか。あ、そうです。それ、ちょっと裏見してもらえばいいんですけど、裏にいろいろ書いてある。お願いします。お、すごい。全国ナンバーワンして、もうすごい。これだ。売上利益達成、健康第一、後輩指導。もう先輩なんだね。はい。兄さん。親孝行って。仕事には関係ないけど。親孝行。さすが。鎌田さん。相当親孝行してないんだ。鎌田君さ、揃ってからでいいかもね。はい。揃ってからね。親孝行、親孝行の人だ。あ、この人です。この人だ。旦那さん。ああ、もうそれはいい。親孝行してないんだ。わかりました。鎌田さん。鎌田さん、親孝行してない。私ですけど、親孝行はちょっともっと頑張ろうと思って。はい。親孝行できてなかった。すいません、見られてました、それ。すいません。逃げてった。頑張りました。逃げます。接下来，李思文要出门。他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所以要去东京。いきなり、いきなり。听说日本的自动检票的速度世界第一快。哦，你看懂吗？我能看懂。我来的时间长，刚来的时候我看不太懂。啊。日本是不是像中国什么一号线、二号线？它是用名字或者是颜色来表达的，就是会比较麻烦。露出地面的电车比地铁还多。很难得在日本的电车里面看到有人打电话。那是在那个优先席。对对。在日本坐电车的时候是不应该打电话的。中国的话无所谓。对，无所谓。对对对。日本车里面还蛮安静的。哦。在电车里有很多上班族在睡觉，
终于到了东京。李思文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东京临时乐园。看名字，好像是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去的地方。Hello Kitty 也是 Hello Kitty 的 pet。